欢迎各位同学收看风险管理第13讲的课程内容。本次风险管理的讲次内容主要谈到的是政府的风险的认知。我们来看一下图卡。在政府风险认知，首先我们是以泰国的水灾和政府风险管理的认知来做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谈谈政府的风险认知是什么，包括了有四个部分，像是政府风险的类别、政府和企业风险的区别，以及政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最后是政府风险的评估。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现行我国的防灾体系，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政府风险的定义。所谓的政府风险，我们来看下面的字卡。政府的风险，它指的是在整个风险的过程当中，因为政府提供了不同范围的服务，而因为政府的事故的发生，有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目标的达成，而且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对于全体国民提供承诺的服务造成影响。此外呢，政府部门如果他没有办法及时来运用创新和科技的进步，提供给全体国民更加的服务的时候，极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人民和企业的信任。然而，政府在面临风险和影响的类别是非常复杂的。政府对于全国的国民，他所提供不同范围的服务的责任，由政府来提供的服务却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所以在形成政府风险的潜在原因，可能是天灾、人祸或者是意外事故的发生，甚或是公务人员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当的在实际里面去执行，达到一定的效能。而且也有可能是在政府相关的决策者，因为他未能深切的体认国民的需求，而导致政策的错误。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在提供国民服务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过程所有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风险。因此对于政策的制定、目标的达成、还有展现目标的成果以及提供服务的各项负面的影响风险，都必须要来进行认知、评估和管理。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讲次里面的引发动机，主要提到的是2011年泰国的水灾。其实每年7月到9月是泰国的雨季，而湄南河它就开始泛滥，而且附近的平原都会开始淹水。但是2011年的洪灾相较于往年其实更加严重，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变迁。3月多的时候陆续就有暴雨出现，而雨季到11月的时候才见趋缓，而雨季变长，相对的降雨量也比往年多出很多，所以首都曼谷又在低洼的地区。那泰国政府总是会防范在水淹进曼谷市区，可是在2011年的时候连曼谷都沦陷了。不幸的又是整年淋到了海水涨潮，使得水排不出去，甚至海水倒灌，而造成了水淹曼谷市区的灾难。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泰国政府的风险管理的策略。那他们的风险管理策略主要是要保护首都曼谷，但是反而确实整个灾情严重。那泰国的曼谷是他们的金融心脏中心，所以它的重要性当然是不可言喻的。那泰国政府也努力为了把洪水引开，不让水淹进到曼谷市区，可是曼谷市区它的地理位置位在出海口，整个政府在曼谷市区里面它就堆起了沙包，盖起了堤防，造成了水它没有办法直接排出去，反而往四周去做散去，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那曼谷在面对的夹击，最后整个市区都淹进了大水了。整个防灾意识的缺乏和减灾能力的不足。此外呢，泰国政府在防灾的政策管理上也没有长远的规划，像是地下道的破旧，等到水淹曼谷了以后才会主张排洪，那紧急的向国外去购买排水机械。可以知道政府的减灾跟防灾的能力明显是有待加强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泰国政府在灾后的重建计划，那包括了他先要解决了水灾避难中心的问题，像是对灾民去发放物资或者提供一些医疗的服务，并且推行灾民的贷款和对受灾的企业还有灾民来进行补偿的措施，透过了长期的计划去重建民众的信心和海外投资者的信任。那泰国针对气候变迁跟水利整个管理，他成立了委员会长期来解决水患，负责重建整个水资源的管理，制定了一些复苏的工作，
并且把部分的税款用来成立一些中小企业的援助基金，针对进行出口销售的中小企业来进行补助。那泰国的水灾造成的保险损失也高达了有300亿美金，并且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来计算整个损失，其中包括像是工厂的停业的损失，还有投资者的转单损失，以及受灾的住户的生命跟财产的损失。而泰国也被国外的再保险公司列为是一个高灾害的风险国家，并且会为泰国整个水灾保险的保险费增加很多，其中再保险费的增加甚至有可能会提升一倍。那并且呢，会限制部分的保险理赔的项目。那泰国的保险署，它就会仿照像是日本、美国和法国、台湾的一些制度，成立了防灾保险基金来去做分散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想要介绍的是政府风险的种类，还有政府风险种类所影响的类别。我们把政府风险影响的类别分别说明。可以了解，其实政府风险的类别可以分成下面这12项的类别。这12项的类别呢，包括了第一个天然灾害，气候的变化异常使得自然灾害会带来风险，而事件的发生对整个政府的部门的目标还有计划以及人民的服务都会造成威胁。第二个是合约和法令，那政府的合约和法令的关系而来的风险，主要是承揽商或者跨部会以及政府机关他们的债权债务的关系，因为法规或者是政府的错误而造成的损害，或者不当的行为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的不当。第三个是财政的状况，政府的财政操作所来的风险，包括像是税收、付款的费用以及所有内部和外部的财务安全程序。那风险的事件的内容在涉及到财务经济的损失，而且对于政府部门的财务经济的目标还有计划都具备有威胁性。第四个是公务员渎职的风险，那第五个是第三者的行为和他的疏忽，社会大众的安全具有潜在的高危险，那恐怖主义的入侵还有紧急的应变措施的不当。那第六个是法令上的约束，那第七个是景气的状况，像是国内外的经济状况所引起的风险。第八个是政府业务跟服务，政府的业务和服务所产生的风险，一般来讲像承揽商或者跨部会甚至政府的机关，它没有办法提供服务，而且较预期为高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而造成服务供应的中断，资源没有办法提供所达到的要求，或者是创新失败而造成服务的水准下降，施政的计划目的不符合民众的需求以及他的期待，那资源的浪费所导致的服务品质不良，或者是新服务和他的施政的措施并不没有事先来评估潜在的营运风险，而对政府的部门的声誉来造成伤害。第九个是对于外界的依赖性，那对政府以外的供应商，他的商品服务还有公用的设施所带来的依赖性所产生的一些风险。第十个是资产的风险，因为政府在进行业务的活动而征收了一些财产所产生的风险，不论是自有或者是租借。第十一个是科技的应用，因为政府在进行业务的活动而使用像是电脑或者其他技术所产生的风险，像是核能、生物科技或者基因工程的科技等等的，由于在适当的机会加并没有导入新的机器和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科技在导入的延误或者造成它的失败。第十二个是执行的人力，那政府为了维持执行上而在执行人力上所产生的风险。那接下来我们想要介绍的是政府风险影响的类别，总共有8个类别，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卡。这个部分包括了第一个是财务，那事件对于政府的财务的稳定性还有保有对关键性的业务稳定的财源会产生影响。第二个是资产，事件对于资产所产生的影响，像是政府用在执行关键性的业务所需要的相关资产等等。第三个是人力资源，那事件对于整个政府执行人力所产生的影响层面。第四个是服务，事件它会冲击政府的服务能力所产生的影响。第五个是声誉，大众对于政府的观感以及大众
要配合政府所进行的工作的意愿的影响。第六个是法律的责任跟他的义务。事件的冲击，政府和第三者在法律之间的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第七个是营运的环境，事件对于整个环境还有使用人所产生的影响层面。第八个是事件机关的整个影响的层面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风险分析的框架模型的相关概念。我们如果把政府的风险的种类还有上述的政府风险影响的类别来组合成为一个风险分析的框架，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和右边加总起来，就会经由这样的风险的来源以及风险的类别来组合而成了一个风险分析的框架。而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政府风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政府会面临市场的风险，那利率和汇率会大幅的变动，或是在低度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整体的税收会减少，同时会造成民众的工作机会减少，那公共服务没有办法衔接，还有像是失业福利金的施政计划的延误、超支或者不当的一些品质不良的准确的标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下风险分布图，将政府的风险以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加以来了解整个风险分布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风险评量的时候，如果以政府的风险分布图来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风险的代号的意义，像是财政的状况类别的部分，像 F1 的部分就是利率或者是公债，或 F3 的保费。那环境类别的风险呢，像是气候的变化或者是污染，或 E3 的臭氧的消耗。那合约跟法令的类型的风险，像是 T1 的核能， T2 的生物科技，或者 T3 的基因工程。那科技应用类别的风险，像是 L1 的债务，它是最小的部分，或者 L2 的人权，以及 L3 的国际协定。那第三者的行为或者是疏忽类型的风险，就是 S1 的其他国家的入侵， S2 的战争恐怖的行为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政府风险管理和企业风险管理的区别。那政府的部门跟企业在风险的认知还有它的承担有不同的方式。就企业而言，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的认知，通常会比政府的了解来得更为透彻。这是因为政府部门大部分都会认为少做少错的心态，如果冒着风险来承办业务，就有可能会做错，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和财政上的损失，进而会遭受到社会大众的指责。然而相反的，企业的风险管理却认为要勇于承担并且加以控制所面临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有改进创造利润的积极性，也是维持和扩大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此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的风险管理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卡来做说明。第一个，企业的风险管理大部分是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和加强企业的营运能力来作为核心，但是政府部门则多注重在目标的达成和公共服务的落实。第二个是，企业的价值在金融市场会受到评价的风险，是会造成企业的负面影响。可是在政府部门，主要的风险则是表现在未能够向国民提供服务的相关议题。第三个部分是企业的风险的辨识、评估、控制和管理，和企业本身的目标是有相当强的关联性。可是政府却会把风险管理纳入在制定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过程当中，来降低它的决策错误的可能性。那政府部门它对于整个风险管理应该重视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和服务的主要风险项目，不同类型的风险责任应该由最适当的风险管理政府机关来加以承担。那当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组织合作的时候，风险和其他的风险管理责任就应该划分明确，并且把风险管理作为一个规划和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来加以做考量，
着重在公共服务的风险，而不是政府部门本身会面临的风险。同时，加强政府的公务人员的心态轻忽的习惯，而且把风险管理的措施彻底来执行。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政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于发生不同情况的风险来进行评估，有助于政府部门确保为处理这些风险或突发的事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变的方式。我们可以运用风险情境架构的模型来加以模拟探讨整个政府的施政过程有可能遭受到的冲击。那风险情境的模拟架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表。在下面的图表，我们上半部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是所谓的预防，第二个是管制，第三个是应变的措施。那下半部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施政的计划的部分，它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它的偏离以及它的后果和它的整个冲击的层面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从这里面去做了解。那风险管理的它在整个协助政府部门去改善绩效，除了可以强化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的内容，也可以来提升政府部门整体的资源利用率和简化项目的管理，帮助把整个浪费、舞弊还有资金使用不当等等的状况减至最低，并且呢推展创新各项的施政目标。如果政府机关的公共服务没有办法准确地符合民众的期望，或者是效率不佳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个国民和企业他们在时间、金钱的双重浪费，那政府部门的声誉也就会因为他的服务没有到达民众的期望而受到了指责。那政府机构他在长期以来，因为他的主权免责的观念，他享受到许多免除法律责任风险的不利冲击。但是在全球化还有多元资讯的发展之下，政府部门其实已经面临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巨灾损失事件，像美国的911事件或者日本311大地震海啸的事件，对于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大规模伤害的事件，政府部门就必须要体认从事风险管理其实是谋取人民最大的福祉。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政府风险的评估。那风险的评估是组织在运用风险管理来因应个别的风险的过程。那风险评估可以透过系统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风险的定义、分析和管理，并且借由协助整个组织来建立风险的图像跟它整个风险的报道。我们是以纽西兰政府在整个风险管理的规范的评估作业的步骤来跟同学做说明。在整个风险评估作业的步骤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字卡里面，它的步骤一是确认组织内部外部风险管理的范畴，步骤二是定义影响组织目标达成的风险和它的机会，步骤三是分析个别的风险所发生的几率、结果以及现存控制方式的有效性，步骤四是根据组织的整体风险管理策略来衡量整个风险未纳的程度，步骤五里面是发展适当的风险管理的策略，那步骤六是跟组织的利害关系人去进行沟通，并且监督整体的风险评估在过程当中它的一个有效性。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想要介绍我国政府对于天然灾害风险发生的时候，它所采取的措施的一些相关的概念。那我国现行的防灾体系里面，我国是根据我们行政体系来去建立一个中央、县市和乡镇三级的防灾处理中心。那我国现行的一个防灾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在民国83年的时候，行政院有一个叫做灾害防治的救助方案，从灾害的预防、灾害的应变还有灾害的复原重建分为三个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明文的来规定并且规范各个机关他应该执行的项目，来拟定一些灾害防救法，并且加强防范各种天然灾害和人为意外事故的发生，来减轻灾害的损失，保障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那行政院他所核颁的灾害防救的方案里面，他决定了整个灾害的防救
基本的方针的以及它的政策，并且促使各级政府能够落实执行整个灾害防救的工作，提升灾害的应变处理能力。那层级跟它的救灾防治的组织，我们从下面的图卡来看一下。根据我们行政体系，我们去建立一个中央、县市和乡镇三级的防灾的汇报，协调整个联系防灾的事项，在有灾害发生之余的时候，或者在发生灾害的时候，各项的灾害主管机关就会立即成立了灾害防救中心。那各种参加灾害编组的作业机关也同时会再成立一个内部的紧急应变小组跟它的救灾处理中心，以及其他的灾害防救的单位紧密来结合，实施灾害的防救工作，并且同时建立一个灾害防救的指挥通报系统的横向的相互支援，以及纵向的统筹救灾的政策等等的事项，进而达到整合运用相关的防灾资源以及扩展防灾执行层面的一个目的。其中呢，紧急应变小组的内容我们叙述如下。像是在成立的时候，我们整个成立的时机是在整个指定整个行政的机关和他公共事业在有灾害发生的时候，或者在发生灾害的时候，均需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根据灾害防救的业务计划来执行各项的防灾应变的措施。第二个是它的组织，由机关的首长或首长指定的承办单位的主管来负责召集，它的成员除了单位本身的必要人员之外，也可以请专家学者来参与。第三个是它的职责，根据灾害防救业务的计划，就灾害来做迅速而且适当的应变，综合调整它的业务范围内所辖的地区的灾害防救业务的计划，并且指示所属的单位做必要的处置，迅速的来提供防灾救助的中心它所需要的一些情报，跟其他依法令还有灾害防救的业务计划所应该办理的事项。为了要落实整个防灾的业务的执行，提升整个灾害应变的能力，他订定了有下列的一个灾害防救的计划。这个部分的计划包括了第一个是中央防灾汇报他所订定出来的灾害防救的基本计划，第二个是指定行政机关和他指定公共事业根据他的防灾基本计划，就他所执掌的业务和他的业务内容来订定一个灾害防救的业务计划。第三个是像是省市或者乡镇市他们的灾害防救的汇报，它是根据灾害防救的基本计划以及灾害防救业务的计划去订定一个地区性的灾害防救的计划。那我国防灾救护计划的规划内容，我们如果从防救灾的阶段，我们可以分别说明。第一个是防灾的阶段，防灾阶段里面呢，它会去规划防灾的时候，谨慎的来考虑设定防灾的规模和它投入的资源，并且以最大可能的灾害来设定灾害的规模，以免发生类似的事件。那拟定整个防灾的政策，并且要依据下面的原则来加以做依据。第一个是最小安全标准原则，最小标准原则呢，它主要谈到的是我们叫做 safe minima standard。由于自然资源的价值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这个自然资源灭绝以后会造成不可回复的损失，所以这个自然资源基本上会给予保育，除非是保育的机会会造成它的成本过大，否则安全最小标准的概念可以运用到整个防灾的政策和计划上。防救灾的资源投入的标准可以以整个安全最小标准来当成基准，而且根据这个城市它所承受的救灾的能力来加以规划。第二个是最大可能损失原则，所谓的最大可能损失我们叫做 probable maxima loss， 也就是说以最糟糕的情形之下来作为整个防灾救灾的政策规划的一个考量。如果我们以保险公司在面对灾害风险的时候来当成例子来做说明，决策者他会跟保险公司来制定一些风险管理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会先去评估一下发生最大可能损失，就是我们上述所提到的 PML 它损失的几率。
并且根据他所承担的损失的能力来规划一些风险的承担、风险的减轻以及风险的移转等等的策略。如果我们的 probable maximum loss 它超过了政府可以承担的能力，这个时候决策者他就可以选择用承担这个损失的风险，或者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增加提案的高度，甚或我们可以去发行一些所谓的巨灾债券，把这样的 probable maximum loss 的风险分摊到整个资本市场上给所有的投资人。那虽然说最大可能损失它的发生的几率往往会很小，但是如果倘若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相关的一些因应的计划，那巨灾的发生将会面临到没有办法应变的情形，也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提供作为复建。那对于全国来说，它所耗费会耗费更多的时间以及它的成本。第三个是风险分散原则，针对受灾的可能性，我们在事前的时候就会去研拟应变中心瘫痪的一些紧急应变的计划，以及第二顺位的运作的中心，来以备作为一个不时之需。第二个是整个准备的阶段，那准备阶段呢，各级的政府它不仅要在平时的时候就必须要掌握并且熟悉一些救灾的相关资讯以及它的资源，并且在灾前的时候要再次的去确认整个防灾防救它的整个机制是否跟相关的作业它是确实可行的，并且要拟定一套完整而且确实可行的防灾计划跟我们的标准作业的流程。另外呢，对于整个灾害的发生以后的物资管理还有后勤人员的调度都应该纳入到整个的作业管理规则里面，特别是能够使用一些特殊救灾的工具和他的人员都必须要有相关的联络资料，并且要定期的更新来工作救灾在第一时间上的调配。另外平时就必须要去培养一些人员的相关的经验，来有效的应用在更大规模的灾害发生的时候的相关情境。第三个部分是应变的阶段，在应变阶段里面我们可以分成第一个灾害的指挥调度的系统，它必须要有共同的一些共识。第二个是紧急安置所规划必须要考虑到非常的完善。第三个是在整个飓风或者相关的危险事故对于国家的重要产业的冲击的相关的影响。对于我国而言，值得借鉴的地方是在国内的原料在供应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国际协商的方式来提升国内它可以运用的资源，而且也是在这种方式的前提之下，在整个灾害发生之前有良好的国际协商的管道以及整个合作的模式，才能够提供在未来的不时之需。那第四的部分呢，我们要进行防洪防灾的风险评估以及全国的提防系统的总检查。根据近年来多场防台洪水的事件调查的资料显示，气象的降雨条件有逐年加剧的趋势，量大而且集中，因此集水区域的防洪系统的风险相对提高，所以建议水灾主管机关都能够进行速的来进行国内所有的防洪系统风险评估的工作，了解各项防洪系统未来所可能面临的最大洪水的灾害。此外，国内的堤防系统每遇台风豪雨侵袭的时候，时常有破堤毁坏的情形发生，建议应该针对全国的防洪堤防系统来进行总体检，来找出整个潜在的风险，并且提出一些防范的对策等等。那我们这个讲次的内容就到此结束，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下次再见。